这里边的网，你把它套掉了。哎呀，把菜都忘了，挑，把菜这个。不上要，咱菜来了吗？菜，菜这个。菜来。这封儿的封外边儿。哎，是吧？封外边。拿个多少菜的呢？妈呀，你拿个套多少菜来的呢？大早菜来的。这不刚菜来的吗？上次一个下次一个，这不拿来，这不并起来了吗？下边还没弄呢，下边还没。好。上边。小片菜了哈。菜了。这里边哪？这里边哪来？花儿都是吧？啊。那嘛，第一排怎么底下留条铁片呢？那嘛，那个嘛，那天的，他不嘛啥子，他脑子都是架着的没事儿。嘛了没事儿，架着你说不都没有条片了吗？这个是全没有了，那个。那嘛，第一排还有。啊，连着铁片，欠了一会儿。啥呢？你这是什么？漂亮。 不是不加不里边不加片儿，他那个六条筋不连，你知道不？那个没事，他不傻。看，这是。咱弄完这个，咱弄后头就行了。嗯。操，放那儿。这么严。 一样哈，对，这菜一样，这样好，这是，这是，咱扣着，开盒。 那没事，就那样的。下边偏。也不，它晾它拉个来以后，它不是正好了吗？它动力边儿，它动力边儿。使用动力的话，让片子片。对。粘的快。啥线？那意思头一排油呢，像铁片型，没油也行呗。没有铁片，没有铁片能冒。没有铁片，它那个。报警。没有铁片，对，它那个。 走料加料，就一些铁片。妈，又踩中了呢！哎，我不刚连他换过来了吗？你走了，我不换过来了吗？我不换过来，他冒吗？再转过来。
你出那个 C 操作的，看吧，就对上里边去。咱这回换的方向就回去了。啊？又换了安全号，完我一会儿弄懵了都。通四通信号完。你走了之后，他又换回来了，又换回油了。是吧？哎，好。 就刚一样呗，等于，对，就是没套了，对，没套了，明白。你要那么着换嘛型号都脱不了，拆就颠开。啊，简单说，就是谁换油是拆，啊，谁换谁不拆，就他俩上里边来，啊。这玩意。 那换别的型号是不是还得拆第二排啊？是不是？换别的尺寸还得拆第二排？你谁换油拆？谁换油是拆那个油换油换油不拆是吧？同一种型号就不拆。对。油换 C 不拆。你那个油换谁的了？嗯？不是，油换谁拆？啊。油换油不拆，谁换谁？油换油不拆，谁换谁？绝对不拆啊！就是出那个小耳朵，不出那个小耳朵。 对，他怎么弄好的？都不一样。又是套用回那个台机器，把我那弄懵了一下，我操，干啥呀？真懵。你刚才说，刚才你也说的时候不拆这个嘛，直接把套拆了。行行行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你不用解释。又换 C， 他那一个型号的他不拆。你那个套呢？嗯，对。俺那上面给你写着了，知道不？ 我想看，哎，对，我想了。你刚才不开了，一走，然后给你换回来了。对。那不换了行吗？哎，不换了，就是这。够快的呀。哦，干那个，你说明这儿了，我靠，操，这都那你妈走这回来，干到那一出去，骂型号也不是，操，进一步压烂套了，压烂套了。你说出谁？你说出油了，操，前边出谁？你后边出油。 然后再搬行李，别管黑机，黑远黑远不能不到，我直接把那个油，一会儿让哪个去，让哪个去，再放上去给他撸一下子，知道不？我们意思得了。姐，那个搅拌嘛，对对对。这回小了哈。 小，哎，对，就这吧，别动了啊！对，我。